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在新冠肺炎疫情趋缓之际，为了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花莲县政府特别在县府前的石寮公园大草坪举办了遇见夏音乐野餐市集的活动，邀请的乐团带来音乐的演出、逗趣的魔术表演以及特色的市集，让许多的家长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享受夏日的亲子时光。后疫情时期，花莲县府希望借由举办更多的草地音乐会及温馨亲子活动，拉近人与人被疏远的距离。于是12号下午在县府前石寮公园大草坪举办遇见夏音乐野餐市集活动，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趁着周五的下班时间一同享受户外野餐的亲子时光。在疫情期间，人与人的距离越加的疏远，所以希望在现在开始启动我们很多的草地音乐会或者是我们的亲子活动，希望我们借由我们人与人再一次的更加的温暖的这个，把我们人与人的距离更加的拉近，让人与关怀以及我们的慈爱都能散播在每一个地方。活动邀请超过30摊美食小吃及手作小屋店家，并邀请乐团带来音乐表演，还有逗趣的魔术互动以及趣味竞赛，优胜者可带走气炸锅等丰富奖品。会场也准备消暑冰棒以及可爱造型风车，期盼让民众能够在炎炎夏日清凉一下，享受后疫情时代的美好。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